是这个事儿啊？谁的冰蚕珠先没了光，就得答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小春花，睡了吗？啊，睡了睡了，你不许进来啊！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不好的，我劝你啊，趁早打消这个念头，啊？听见没？我知道你肯定是进来了，你别老这么吓我。我跟你说，我串上可厉害了，你可厉害了，你看啊，你别过来。今日妹妹答应我的话，我还记着。你到底要干嘛？只要你不告诉小白，要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原来你想要我干的就是这个事儿啊。谁的冰蚕珠先没了光，就得答应对方一个条件。幼稚鬼。啊，冰蚕宝宝加油啊你。小春花等着受罚吧。笨蛋！你作弊了。你又没说过不能作弊啊。这个游戏你本来就不会输啊。为什么？你忘记我跟你说过的话了。这两颗珠子彼此相互感应，相互照顾，其中一颗如果死了，另一颗也难以存活。所以呢？所以只要我的这颗还有光，你的那颗就不会熄灭。